男生，好好的吧，快点长大吧，啊，反正两个小朋友嘛，希望你们今天开始长大吧。来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我错了，我以后会认真学习的，找一个好的工作，给你一个好的未来，我也不会整天的抱怨你，你都那么辛苦了，我不应该这样做，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，做一个男人，我应该承担起我所做的责任来。哎，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做这些会让你这么不舒服，因为你平时真的太好吃懒做，太一点事儿都不干。这些问题我都可以改的，我是一个有良知的男人，我应该做我应该所做的事情，改变所有的事情，让你不要这样说我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我们却有来，请关门，请关门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聚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看看两个小朋友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Swear I won't forget this. Why do I regret this? In my mind reckless. Thoughts are feeling endless. Sitting up, I'm breathless. Anxiety's infectious. I feel so defenseless. Betrayed. 请。谢谢。要感谢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诗，纯的爱，放心爱，伊贝诗纯净面膜。提供的奖品赞助，来，各位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，请见证。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，我希望你原谅我，我不该抱怨你，我也会还好好的，我也希望你稍微对我放松一点就好，不要太过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如果以后如果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给你自由。把我绑紧，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，我想确定一起拉长幸福距离，白天难回来，回去吧，谢谢你。